为了古寨的孩子，他在极地中行走，路上的一些艰辛，这些是爸的这个想象。寻找最北乡村教师即将为您讲述王天初的无悔青春。上次不是那个中央舞台是剧评的，就是放那个贝克汉姆的那个专栏片啊，哇，舒服死了，我真的太帅了。他后面是实在不行，我觉得他是所有几次评的人都帅了。你们就看你们那个电视头的那些这个，你们身边的那些不看那个了，要学会身边的那种欣赏身边的那个现实的吧。王天初是鹅亚乡中心小学的校长，今天他带着三名年轻教师去县城领期末统考试卷和教学物资。这条通乡路是去年修通的，如今坐车就可以到县城，这是王天初以往想都不敢想的事。雨这么大的下起是路都是能不能通啊不知道了，我家都下暴雨了好吗？多晚上是、啊、多日来木里县一直大雨不断，王天初不敢耽搁，长途奔袭十个小时后，几个人终于在下班前赶到了木里县教育局。英语时间，同学本十多节嘛。这些图书和课本都是孩子们下学期要用的。像这样的运输，王天初每年都要跑上十几次。这书包好重啊！五十斤左右吧，这样，五十斤的话也挺高的。六七十斤。五的是。这是投影仪，学校里面学生嘛对外面的世界不了解，所以说我们想用这一台投影仪放一些外边的大城市呢，这些让他们开阔眼界。别走啊，别走，放出去。哎呀，不痛。哎，哦，就是这戏好吧，欢迎他的。返程的路越发泥泞，从山上垮塌下来的山石随处可见。本想连夜赶回学校的王天初，刚走了两个小时就遇上了麻烦。我要车了。前方的路面发生多处垮塌，回乡唯一的公路就连摩托车都无法通行。几天后就是泉州统考，王天初心里非常着急。瓦城那边那通啊的车，对了，哎，搞不得，只有地下转了嘛。通往鹅亚乡的公路刚修通一年，遇到塌方泥石流，再次通车至少要一个月时间。为了在考试前及时赶回学校，王天初开始在附近的村镇寻找妈妈，打算像以往一样走山路回乡。希望他们找个天仙的这个。那你怎么办？不是我。鹅亚乡距离县城有300公里，要翻越十几座高山。即将到来的艰苦行程让三位老师忧心忡忡。这批还有点跳皮，不让摸了。去年通车前，王天初一直是人背马驮的给学校运送物资，每一次上路都是巨大的挑战，必须做好充足的准备。有本来改善车的两个高的，全部不要改错。上路还不到两个小时，一行人就遭遇倾盆大雨，
山路的艰难远远超出了大家的想象。在下大雨的时刻，是带不带雨伞都是没有用的，外边怎么下，里面怎么，全身都是湿的。我们这个时间比较紧张，必须要及时的赶到学校。我不然脚断了，抱歉。一行人在大雨中整整走了一天，才在树林里找到了一片空旷的场地。王天初决定今晚再次宿营。这条路王天初整整走了18年。18年前，作为鄱亚乡有史以来第一个大学生，他就是沿着这条山路又重新走回鄱亚乡，成为了一名普通的乡村教师。自己这个读书的时候啊，路上一走就是7-8天，如果自己能回到这个鄱亚这个地方，就让他们去承受外头这个更远的地方，给他们翻山越岭去读书的那种苦嘛。为了让孩子们不再体会自己翻山上学的艰辛，他在封闭的山村小学坚守了18年，也在为学生运送教学物资的路上奔波了18年。大雨太大了，小布人，你看太大了。多忙，咋回事？是不是在哭？啊？是不是脚疼啊？我看一下。你现在不要穿了，这个。这个嘛，你肯定了，今天走了那么长。我们已经走到半路上了，不可能半途而废，一定要坚持，把这条路一定要走下去。我们这个任务一定要完成嘛。做得到吧，耳朵嘛？不要太担心了。野外露营经常会遇到各种意外状况。下了一整夜的暴雨，几乎冲垮了大家搭起的简易帐篷，被浇湿的被褥也让老师们一夜无眠。被子也湿了，下面就。以前这个山是起码走过几十次了，所以板凳也是以前那时候学校的那个什么教材呢，学生的教材呢，那些全部都是这样运。我看着那个老百姓积极的那个送子女入学，很多孩子受到教育，我们挺高兴的。清早上路，随着海拔越来越高，回乡的路也变得更加艰辛。太累了，又痛又累。我朋友跟我去了，但是说需要本人，没办法了，就不去了呗。今天复审就只有今天一天。鄱亚小学很多年轻老师都参与了今年的公务员考试，通过笔试的只有驻马一个人。今天是面试前资格复审的最后一天，可他却被困在大山里无法参加。我垮了那么多次，现在没机会去了。其实也没有特别想，只是我觉得想离爸爸妈妈更近一点。太远了，有什么事也不能第一时间赶回去。学校条件差，各种条件的这个原因嘛，反正年轻人都是他有他的梦想和追求，很多时候都很难把他留住。如果他们能不考上，是我心里面也是说起来的话，我暗自高兴。但是别人有别人的这个想法嘛。
年轻人有一点闯劲，这个是很正常的。年轻老师想离开俄亚的想法，王天初能够理解。十八年前刚回到学校的王天初也想过离开。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也曾经也是动摇过，也想离开过，想换一个生活方式。虽然也曾动过离开的念头，但是一次家访彻底改变了王天初的想法。去这个东岩这个学生家长就直接行在我们的面前跪起，家里边这个连盐巴的茶盐巴都买不起，还根本就供不起学生读书。为了让孩子们都能上学，王天初跑遍了全乡每一个村寨，他一年就走坏了五双鞋。虽然不愿让老师们离开，但王天初还是偷偷打起了电话，为驻马争取公务员考试的面试资格。你的地多嘛，差不多。是。怎么都堵上棍了？哎呀，脚起泡了，我起了三个血泡。三个血哈？左脚。我右脚边都起了，而且还泡了，不好看了。现在这个脚已经不是我们的了，哎呀，心里半天的感觉是明天那个走位，明天更长，明天比今天都长，明天走了十个上坡下坡，下坡的厉害，明天，明天的下坡更厉害，下坡一直的嘛，哎呦，不行，今天的下坡决心要是死人了啊，看一点想不得厉害，对。哎呀，我有想哭吗？有想笑。明天，我们这个脚疼的人会越来越多了。走吧，继续走吧。不愿做人生的雨伞。我不来说算，真的对不起，哎，对不起。我没收到短信。对好了。谢谢你，谢谢。过了，我那个。不高兴啊！其实我昨天就知道已经过了。那你怎么跟我说？给你一个惊喜。没想到过不去了，我真的不高兴。我倒是希望，到时候面试的时候千万不要过。面试的时候不过是你自己的事情，你就得心甘情愿的待在俄亚了。是啊。现在复审的时候不让你过的时候的话，你就一辈子会怨我的。不会不会，就是还是机会有点好，想试一下。昨天心里面有点生气了，肯定生气。不是，有点委屈，我觉得。哪个地方在啊？是不是？明年的我要。连续五天的大雨过后，天终于放晴。大家已经在云层中隐约看到了俄亚乡，可走到学校至少还要两天的时间。虽然王天初一路小心，可是意外还是发生了。这样吧，检查他的这个骨头那些折断了没有？那些好像没有造成多大的伤害。路上的一些艰辛，这些是无法的这个想象。遇到危险啊，遇到困难的时候是，这次是最后一次了，以后再也不走了，真的是无法忍受不了。哈地村小是王天初进入俄亚乡的第一站，也是俄亚小学管辖的四所村小中条件最差的。全校五十几个孩子，只有一名教师。这些年，王天初东奔西走，给俄亚乡找来了不少教师，可是因为条件艰苦，没有几个人愿意留下来。飞机呢，就是这样的哦，前面非常的尖，后面是它的尾巴，这个是头，这个呢，
对了，翅膀，这是尾巴哦。北京的。这些年，为了留住这些高学历的年轻教师，王天初花了不少心思。这次小龙受伤，也让王天初非常担心。因为你是我们学校的这个唯一的一个音乐人才，那么就我学校是没有更好的这种乐器来给你在教学上用，就我本身是想到我也在送给你的，那么你买不到我就托人托朋友来这个拿过来的就是送给你，希望你能在我也多待几年，希望你喜欢啊。我实在想不到，这我们是来开就小龙是俄亚乡教师中唯一一名音乐专业的大学毕业生。为了留住小龙，王天初煞费苦心。知道小龙喜欢吉他，他走遍了目的县，也没有找到一家专业琴行。他托人从成都带回的这把古典吉他，足足花费了他一个月的工资。学校里面特别缺这种艺术方面的这个老师，希望小龙能发挥自己的才能，能在俄亚，能为俄亚的孩子们多培养他们音乐这方面的这个人才。谢谢王生。恭喜恭喜恭喜！你咋听的？这里山路十八弯，这里水路九连环，这里的山歌传对传，这里的山歌传。经过了七昼夜的奔波，一行人终于回到了俄亚乡中心小学。在众人的努力下，俄亚小学的期末考试终于如期举行。18年，在王天初的艰苦行程中，俄亚小学逐渐从一个只有几间破旧教室的落后村小，变成了如今硬件优良、全县闻名的优秀小学。这次王天初从县里带回的投影仪，更是让闭塞古栈的孩子们第一次像成年孩子一样看上了电影。从他们的身上，就我能够感受得到自己的这种价值，在那么多年坚持的这个意义和价值就在体现出来。一条路，14座山，王天初一走就是18年，行程超过13万公里，他用青春为古栈的孩子们踏出了一条通向未来的希望之路。激发兴趣，创造发明。我发明的这个新型电烤箱机。500项国家专利授权。寻找对的乡村教师，接下来为您讲述刘月笙的乡村发明梦。家里找找看，就是有没有我需要的，如果没有的话，过两天就是刘老师他会带我们去那个废品店，到那儿再去找。我想就是趁这个暑假，然后给做出来，给他一个惊喜，给他一个礼物。过完这个暑假，15岁的刘瑜就要从刘岗庄中学毕业，离开家去40公里外的城区上高中了。临走前，刘瑜想做一个简易假肢送给妈妈，这也是他埋藏了2年多的心愿。2年前，因为一次事故，刘瑜的妈妈秦宝华被塑料粉碎机绞断了右手的全部手指。这场意外给整个家庭带来的震荡是巨大的。就是这手也不能动，一到阴天下雨的时候就特别疼，就是特别心疼。
因为孩子学习下降，我就咋来了，他这还得帮我做饭，给我拾得屋子，还得照顾他小弟弟，他爸问他爸得出去干点活挣点钱养养家呀，我也动不了。就是比如说就是在种地的时候，在看妈妈就是她拿这个手就是特别不方便，特别辛苦，然后就觉得反正也就是我也长大了，然后就觉得应该给她做点什么，反正自己就是也可以就是搞小发明这一块的，然后如果老师也帮着我，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刘月啊，刘老师来了。刘月生是刘岗庄中学的科技课老师，也是科办小发明组的辅导员。这天刚一放学，他就带着修改完的设计图纸赶到了刘瑜家，打算按照图纸做一个简单假肢的模型给刘瑜的妈妈试戴。现在呢，把它设计几个碗口，这样的话呢，粗细不同的，你个人可以挑选。你还有什么想增加其他的一些？这孩子也特别懂事，他妈妈这出现这种情况之后呢，他给我提过一次这个移植的事儿。但是你要真正装移植呢，得多少钱呢？但是咱可以搞一些个建议的，跟他说，跟他讲讲。我们跟他商量，现在基本的雏形出来了。就是在他这个手腕儿也固定一个，就是类似于手指一样的，然后这个是不能动的，然后利用他这个手腕来夹东西、拿东西这样的。哎，他说这个想法，他想到了这个做一个给他妈妈做一个这个腕子上戴的一个腕套的那种性质，然后呢，还可以和他爸爸那个剩下的那个功能的那个，因为他那个腕部还存在，哎，他可以和他之间形成加持力，做个模型出来，咱最好了，让你妈妈试试，对吧？嗯。拿什么呢？要不拿这玩意儿不得了？买点盒饭，买点盒饭。哎，我看看，哎。这可以，刘月，咱造个剪子。啊，这个小剪子。剪子不太快。干活了吧？笑着，但是你妈妈的手肯定应该试试干，刘玉在站着呢。就是我们就特别的佩服他，知道的特别多，帮你就解决特别特别多的难题。同学在讨论说，哎，不知道谁喊说，哎，就叫他爸能老师了，然后就是都跟着叫开了。第二天就是刘玉最盼望的星期六，每到周末，刘月生就会带着他们小发明组的成员去废品站淘宝。如今已经有了可以参照的假肢模型，只要能淘到合适的原材料，就可以正式动手制作了。上上废品收购站吧，刘瑜一块儿我也得做出来。我觉得孩子这份心对我来说，我觉得也非常感动。针对你的小发明的作品呢，造东西，像一个小螺丝、小弹簧啊、小配件什么的，你平常你觉得以后可能会用的，你都把它都收着啊。有些个你判断不了的，你可以喊我啊。刘玉，你找你那个设备上。这些年，为了节约搞科技小发明的成本，刘月生带着学生们跑遍了周边30公里内的所有废品站。在他眼里，他都是废品；在你的眼里，这个东西可是一个宝贝。他卖给你之后，你再自己再加工，再回来再略微改改，就变成了我们的东西，省时省力。也开拓了学生的思维。刘宇啊，你有收获吗？没有。不行的话，咱就变着思路。咱找一种什么东西的外壳，能够跟你妈妈那个胳膊粗细差不多的那种外壳，咱拿它盖盖不也行吗？啊？我特别的提醒一下，我说你这个，咱不一定可以做太复杂的，对吧？咱可以考虑考虑。后来，哎，他真是用心了。哎，对，行吗？就是咱们把它给拉一下。今天从哪上菜来的？电扇没上来。粗点，但是咱。给它加工一下。对，咱可以加工。
对，人家一块儿，问题不大。行行，你把这扫着，把这扫着啊，扫着，该扫着啊，有没有更合适的？刘老师这是他爱研究爱鼓的，俺们来说这是鼓的。一般老师不就是放学以后把作业平平判判就完事儿了吗？他没事就捣鼓这些个，他一天起来，反正我也不知他有多大的业绩吧，捣鼓来捣鼓去的，天天带着孩子们，天天就是折腾这一块乱七八糟的。四十七岁的刘月生是土生土长的刘岗庄人。在很多村民的记忆里，老刘家这个不务正业的二小子打小就是出了名的爱研究爱鼓捣。我记得印象中最深的就是上小学时候看到一个比我高年级的那个学生拿那个就是马达，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马达，他拿电池把两个电线一通，他转开了，哎呦哎呦，太神奇了。我那时候就是晚上没睡好觉，拿着一个纸，拿一张纸，拿铅笔画了一个图纸啊。哦，这个马达它是借个原理它在转的，其实那时候胡画的，那是瞎编的，早说那种兴趣。1993年师范毕业后，原本可以分到市里中学任教的刘月生自愿回到家乡刘岗庄做了一名美术老师。他发现这些十一二岁的孩子们只知道埋头学习，缺少这个年纪应有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有家长说思想中就认为成绩是唯一的，你只有我的孩子只有学习好，那么我的孩子才有出息。但是呢，就说爱好是最好的老师嘛，这培养孩子的这个创新思维，孩子的创新习惯呢，激发他的兴趣，这才是最主要的。说在他人生道路上，能够把他激发出他的兴趣，能够让他的思维从这方面有所增长，对他的未来有所帮助。1999年，刘月生向学校申请组建了一个小发明组，他要带着这群农村娃搞科技小发明。这在当年的刘岗庄可是轰动一时的新鲜事儿。一开始男的也不懂这个，一说科技小组，各研究飞机、机器人，嘛人们都不太理解，说种地的，你说研究这有嘛用啊？寻思参加耽误学习嘛的，说快别这个了，小孩们还不干。当时第一届就是我嘛，我这劲儿看上眼了，有六个人嘛，只要你敢想，你敢做。他就说就行，你想把你想法说出来，他都是想办法努力的去给我们把这个东西做好，让我们实现我们的愿望。他现在就是搞机械这一块，搞他这个厂搞机械加工，给就是机械机器人这一块，就是机械臂啊什么的。说老师，你跟我以前做的那个真是有相同，都是一样的。他把所有知道的东西都交给我们，说你们走向社会肯定会这些东西都会有用的。在小发明组练就的动手能力和创新思维都让商奇帅受益匪浅。中专毕业后，他成功创业。每当自己的工厂遇到技术上的难题，商奇帅都会向老师刘月生请教。后来他干脆挖起了自己老师的墙角，就是我想让刘老师上我这儿来帮我，就把那份教了老师的工作给辞了。老师说不行，你那个工作不适合于，因为我是孩子王。我说你那才挣多少钱，我可以多备给你，过来帮帮我。老师说不行啊，我这样我你钱并不重要，就是我的兴趣，我的爱好，我愿意和这帮孩子在一起。2003年，刘岗庄中学特别开设了科技课，由刘月生教授全校6到9年级的300多名学生。开设科技课呢，是主要的考虑到学生的发展。实际上呢，学生呢在科技活动过程当中，发现自己有些问题不能够解决，反过来能够促进学生在课堂上更加认真的学习一些知识。因为是天津市最早一批开设科技课的农村学校，没有课本，刘月生就自己编写教材，动手与发明。为了跟得上科技的发展，
他的教材每学期都会更新。大家都说那个刘老师是个神人，然后能发明这么多东西，每天都乐呵呵的，就是什么都鼓励我们做，也不怕说我们把这个弄坏，把那个弄坏。他的思维很开放，然后他的动手能力特别强，然后他也很牛。我觉得农村的孩子可能更需要一些个这方面的教育，他更能见到一些个那个更亮的星光吧。这是我发明的新型站管螺丝，我发明的这个新型救援抛绳器，这是我几年前的发明，这个发明叫做节水马桶。谁也没料到，这些来源于日常生活接地气的小发明，获得了全国各级科技类比赛的奖牌。2012年，学生刘瑜发明的新型高密 ABC 锁芯，在第27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捧回了一等奖。他先宣布二等奖，宣布二等奖，我们一听，哎呦，都一个个停，停来停去没有我们呢。哎，他们都上去了，哎，坏了，就剩一等奖和三等奖了。念念的，一念天津市。然后爬六个钢桶去，哎呦，我们现在俩一下子几乎都乐得都站起来了。哦，然后我就上去，然后我激动的，然后在那一直笑，在那一直傻乐。正是因为自己有小发明的专长，刘瑜决心要为妈妈残疾的右手做一个简易假肢。今天，他和老师刘月生要在这间科技课教室里变废为宝，对从废品站淘来的电风扇后盖进行改头换面。哎，来试试。对，你来试试看哪带啊？行，来，我要腿伸直点了。行，你这是。你坐下吗？嗯。坐下吗？嗯。啊，对，他制作嘛，他制作出来就觉得，嗯，既然挂东西，就给他就是弄上钩啊，这样一挂不就方便了吗？然后后来就是让我妈妈试试，哎，不错，让他妈妈也感觉这个失而复得的这种感觉了，对吧？也他同时也感受到这孩子对他的一种爱，对吧？这个女儿对母亲的一种爱。右手残疾后的这两年，每到夏天，都是刘瑜的妈妈秦宝华最难熬的时候，因为她被蚊虫叮咬后，即便再痒也没办法去挠，这让刘瑜一直心疼和记挂着。哎呦，快我一次痒嘛，孩子给我快，一不快嘛，都叫着成难受了。孩子给我快，说哎，孩子看了以后嘛，他说，哎呦妈，我总想法，我得给你。想法，你个儿可以自理，可以快了，是吧？俺们从家了，可以给你快。俺们要不从家呢，你自己从家怎么办？哎，这时候都可以快了。我觉得就是他就是提倡我们在生活中发现美，然后就是又就是让我们去了解生活，然后后来就让我们又自己创新改造生活。尽管这个简易假肢还有许多要完善的地方，但是在妈妈秦宝华的心里，这已经是女儿送给自己最好的礼物。像简易假肢这种变废为宝，来源于生活的创新和创造，也正是刘月生一直鼓励孩子们做的。这辆2-3轮可变电动摩托车，是他和学生们花了3年时间发明制作完成的。它这都是废品收购站捡来它自己焊接的，啊，焊接的。这个应该是超市里用的，超市推车的那个。对，这是一个摩托车的后尾装在这儿，这是废地机的那个壳。从1999年组建发明小组到现在15年，
刘月笙个人只获得了15项国家专利，却帮助学生们申请获得了500多项国家专利授权。你比如我给他们孩子讲，我说别不敢想，别老受自己那个约束，我非得按照那个别人走过那个道去走，我不敢走这个新的道路。这样的话，你真正走了新的道路，这趟道路是你趟出来，这是你的，这你就可以申报专利了。就是我们私下同学们都说，就是老师有那么多专项，有那么多专利，有那么多发明，就是随便卖一个就挣大钱了。然后可是那个老师就是一直在学校里嘛，然后就是带着我们发明。做一个辅导员，特别是科技辅导员，这应该像一把梯子，对吧？让孩子踩着你的每一个指点，达到自己的梦想。但是呢，你这个梯子不能是电梯，对吧？上来直接把他送到目的地。那样的话就失去了辅导员的意义。2011年，天津市科委把大港水库湿地环境监测的科研项目放在了刘港庄中学。刘月笙的科技课又增添了环保的内容。我都考虑了，哎，包括这个北大港水库的这个鸟类，研究它的水质，研究它的植物等等，这都是从很小的地方做起，这个意义是无穷的。刘月笙每个月带着学生们深入大港水库采集水样标本，用他们自己组装的航模拍摄植被的气体变化。刘月笙觉得学生们不输给城里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还有享受到的科学发明的快乐，是他最重要最自豪的专利。爱听你的歌，爱看你的笑，爱闻你身上甜野的味道，爱牵你的手，爱唱你的歌，向国旗问好。我眼里你最美，我们心中你最好，温暖有你入怀抱，生命有你变美好。